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下路的双人小套路，我称这个套路为狗熊原子弹。我们直接跳过前四级的无聊阶段啊，直接来到四级以后拥有大招的时刻。五级了。就是他们的宿命来自熊道。我靠，这怎么还他妈给的？哎，咱俩俩人的技能全扔了啊，居然没打过。来了来了。哎，带走一个啊！没有，再回血都没有用。哎，又带走啊啊啊！出来人了！妈呀！刷俩，还怎么说嘞？嗯，打！可以打牌为妙。这套路怎么不行，江叔？控制吧，都不需要大招了，我天。漂亮，这什么套路啊，咱们这是真的是神仙呐、啊、太神仙了，怎么还投降？谁投了？谁有这么神仙的套路，居然还有人想点投降？谁到投江叔那菜的还说咱俩，你都零杠三。江叔啥战绩？零杠三呢？这小零杠三，这小提莫的呀，江叔就是妈再赖也赖不到我俩身上，就是江叔真惨，江叔不光菜，水锅呀。